是个蛋糕，张姐，我问你个事儿吧。嗯，子晨和魏明平时都走这么近吗？嗯，大家都说啊，他俩在一块迟早的事儿。哎，吃口这个，来。哈，哪个好吃啊？都挺好吃的。是吗？好感人啊！好感人的书。好看吧？嗯。 哎，师傅，哎呦，我爸听说子枫回来了，让我带了两个大猪蹄子来庆祝一下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，兄弟，好久不见了。那个，太哥回来就是不一样了，那个好像肤色晒黑了那么一点点。那个怎么了？别装了，我爸都知道了。啊。